钱。上次六百万已经吓到我了，这个真月才是厉害。请求两位吗？还有，今天那边的主持人，大家都有看到。哪小编有帮我们争议完了，哎，出争议了呢，出争议了，里面出争议了，那个绿色就这样一盒，它总共有30盒，每一盒它是有机会，就是你可以培育出1000多分，可能甚至更多。争业才是厉害。请教两位吧。还有，跟你说，财富自由就靠这一刻。想一想，因为这个单价真的很高。对，所以这个可以，如果你们想近看的，你有意愿产量，那30盒的时候，它就有3万颗，3万颗。那我其实我摊提下来的成本，其实一颗只要333块。我觉得我可以创造出它有上亿的商机，上亿的商机，其实只需要一颗卖3333块。我们就可以达到了，而且它后续我们还可以做胶种的部分，它胶种它就是又有更多延伸性。我们其实也很怕被人家抢走，我们其实有多准备了500万，我们是准备1500万要去竞标 CP 包子名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